老板娘现在可以有吃的了？有。有什么吃的？不要上对面了啊。好好，不要上对面，我不让走就是。好，行。别吵人，走不出来。那我们美食不想做，排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我现在在东二环跟这个和平路交叉口，往东边一点点啊。听说这边有一个姚丽饭店，据说开了30多年了，非常老的一个饭店。咱们刚好经过这里，今天过去打个卡，尝一尝味道怎么样啊？这边还有好多这个民房没有拆迁，看到没有？看起来非常的破败啊，非常的破败，基本上都是民房。要往前面还有200多米，咱们去找一找啊。路这个范围啊，往前路，往前面照，往前面照。我以为太光，我害怕，我以为城管嘞。摆摊的大姐以为我是城管，刚刚跟她解释过。人家还在前面。师傅麻烦问一下，你这姚丽饭店在哪里？是还在前面是吧？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还在前面啊，兄弟。你看这个房子，很有年代感。这边也快拆了，没有房子了。你看，怀疑是不是走错了？别搞错了，再问一下。师傅麻烦问一下，你这姚丽饭店在哪里啊？好，谢谢你啊！好，谢谢。在和平路边上，你看这边停了好多车子啊，在这里，姚丽饭店，你看这个房子啊，这边上都快拆了啊，兄弟们，停了好多这个好车啊，吃饭的人多，停了好多车在外面。这是咱们家这个外面的环境，你看都是这些老民房，基本上都快拆了，看到没有？都是老民房，都在排队吃饭了。老板娘现在可以有吃的了？有。有什么吃的？不要上对面了啊。好，不要上对面，我不让走就是。好，行。别吵人，走不出来。啊，那我们。别吵人，走不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看一下有什么菜啊，兄弟们。红烧鸡，猪大食，猪食锅。那你是卖的最多的是哪一个？鸡是吧？那给我们搞个鸡，再搞个炒个菜吧。我两个人在这吃，这边也是他家的环境，咱们往里面走走啊，往里面走走啊，这里面都是大街，很老的房子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啊，很老的房子，都是单间，不过可以，收拾的挺干净的，都是单间，咱们找个地方坐吧，你找个地方坐去，这边是还没有清洗的菜啊，看来生意是很忙。这个冰柜有年代感啊，一看就是老物件了啊，很有年代感啊。我们两个是坐在六号，在这里，不是很凉快，就坐在这里就行了，是这里吧？对。哦，它这里面还有座位。房间，它这个房子虽然老，但是房间很多，几个房间坐满了，基本上里面坐的就是这种桌子，很有这种吃席的那种感觉啊。他们家很忙，你看一天到晚都在忙，你看这个生意啊。排队，真的，排着队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点好菜了，老板现在生意特别的忙，现在我们就是来了就是最后一桌了，就这一个桌子给我们做了，所以说就是说，之前抖音看到的，拍的生意特别的火爆。我们的皮蛋先上来了，20块钱一份，挺多的啊。然后我们又点了一个这个空心菜，兄弟们，这个空心菜的量很多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碗超大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个空心菜很实惠啊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看着有多大，像个小盆一样，看到没有？15块钱，这一份15，基本上我一个人够吃了。如果光吃菜搭配个米饭，我一个人够吃了。我们那个我们鸡肉还没有上来，素菜先上来了，先吃点素的吧，等不及了。这个生意太好了，尝一尝这个大名鼎鼎的姚丽饭店啊，30多年一个老菜馆，味道怎么样啊？来给你倒点啊，你能喝点啊？我也喝一点。我们还是那句话啊，浅尝不酗酒。兄弟们，敬网友啊！啊，夏天来点冰爽的啤酒确实爽。那是皮蛋，这皮蛋20块钱，10个皮蛋差不多，尝尝口味啊！来，兄弟们啊！皮蛋怎么样？家常皮蛋，放了点香油。放点酱油，放点那个蒜，家常味儿。人多肯定上菜慢。这是空心菜啊，这份儿真的很足，你看，这一份就顶外面这是两三盘子这么多。这空心菜太多了，你看，光吃菜我估计不吃饭都吃饱了，你看。
味道可以，咸淡刚好，很清脆，吃起来干不干不脆。好了，啊，哇，这份多少，老板？哇，这么便宜啊！真不是做广告，你看四十有多少？这份40块钱，看啊，你看这个量，靠近一点给你们看啊！哇，这个量真多啊！40块钱这一份，你看做着吃的，满满的都是肉。这桌子是红心菜55，70块钱，这基本上三个人五个人都够吃了。来，你弄个大鸡腿，不要了。哎，你吃，一人一个鸡腿。空心蛋刚刚好，这个皮蛋呢，家常味皮蛋。鸡肉啊，也是家常味的鸡肉，这是红烧的吧？所以稍微有一点点咸。菜馆呢，大众口味，但是非常的实惠啊。这个饭菜4个人在这吃，这3个菜，你随便吃点饭够吃了。你看。